要多请来，为了那个什么啊，那个房价起来，这个钱多的就是多的没法再多了。这天津就在让这个师傅把门房来卖，那都不能卖，那都不能卖。这个嘛，赚了大钱过来干活，干多少是没毛病的，没毛病。好几千出来，那德国人都赖吃嘛，他们风格不一样。德国人，那你说要什么毛病吗？我买你这毛病多的装饰，毛病还是吧，把手里的一个毛病，天天毛病多，不说的。那个车子换了很多，他那个车也是，他那个全部都是不断。要不要给他把这个单给你做一张？啊，
要把它干净的你想跟他们有啊因为外国人跟我们感觉都没有那么不行人家真不会他就欧联买进来他出来还是几十对不像一个光电开关在我们国家像那个好的车卖到300块钱我们的店总共我们是那个公交的服务对不是他一个就光电开关在他们国家的那就是2-3元到我们国家的关税加上汇率